經歷了去北京的讀書啦，跟我舊唱片公司完了約啦，咁亦都拍了不同的電影啊、電視劇，學了很多嘢。咁我學了咁多嘢的時候，我就會想啦，我點樣可以將呢啲嘢咧去擺喺一門生意度咧？因為你都知道，可能做 artist 你唔會知道未來係點樣樣。咁你話 artist 嗰邊我做唔做咧？我自己都會 keep 住想拍劇嘅，再喺呢邊揾到錢嘅時候，希望我自己出碟啦。咁但係我又對個樂壇冇咩再充滿嘅憧憬啊，或者嗰啲希望喺裏面咯。即係紅歌又唔紅人，紅人又唔紅歌，你未必會知道下一步會做啲咩。咁不如實實在在做一個品牌出嚟，去令到大家知道有我本身呢個 artist， 亦都知道有一個新嘅 product， 一個新嘅品牌公司。我希望我做到一個品牌公司出嚟啦，30歲之前。所以我喺我25歲嘅時候，我就不如咁啦，自己搞個品牌，慢慢再 set up 間公司出嚟，做歌手同埋做公司的一個分別，自己的公司分別，其實兩者都很像的，因為你都是用你以前的東西，那個想的東西放回落去新的元素裡面。那怎樣可以做好 marketing 那部分呢？這部分都是我和我 partner 去分工合作，都挺慘的，就是我們練的東西會被一些 KOL他們實在啲，只是平時拍下，可能我講緊內地拍下瞓覺啫喎，你咁多個 like， 咁多個嘢送嘅，喂，你拍下我排舞啊，啲 con 真係跌出嚟噶，大佬，你明唔明啊？嗰樣嘢分別就真係好唔同咯。咁但係冇計，網絡世界真係太快，就算我哋嘅 product 都係喺網上賣、網上銷賣。你話唉，放咁多心機喺跳舞唱歌度，都好似好唔好浮實在咁。我咁辛苦排三個月冇為出一隻歌，但係佢哋唔使㗎，一日咋拍條靚女片搞掂，係咪先？係咯，係啊，好唔抵㗎都。咁但係冇計㗎，個個世界就話俾你聽現實同埋不公平。我細細個就慣咗呢樣嘢，所以唯有自己努力。租金真的便宜了的，因為很多人都頂不住檔走了，其實真的很慘。但是幸好一件事就是我望見的市場什麼都是網絡世界，是個個留在家買東西的時候就是我們的時候，那我們就設立了一間公司出來了。我都學習怎樣去做個老闆，怎樣去做經營好 marketing。 以前我在娛樂做的事，我未必會接觸到 production house， 現在我要自己搞買。我可能出唱片的時候，那個 backdrop 那些東西不用我理的，可能我只是負責揀相而已，今次我自己要理買。咁所以其實個演變程度都幾唔同嘅，但係個壓力就會大啲咁啦。而家壓力都大，但係個感覺就會唔使驚，因為搞得掂。趁呢個時機學識點樣樣去投資咯，即係小貼士啦俾大家。所以大家如果失敗咗嘅，唔好氣餒啊，真係嘅，係啊，